哇，你看这个他这是个女老板啊，她不愿意露镜头，你看她带来了好东西啊，来，有人喜欢的可以联系我啊，来，哇，你看她那些东西都是一些精品，来，可能最值钱的是这一个菩萨，对不对？这个没，多值钱，你看这个美女老板，她也舍不得露镜头，我又不没给她拍，她把网上有很多人在把她追走了。好的好的，好，你看这个老板，这个老板也是一样的啊，来，他也带来了很多东西啊，你看，有些老板他要害羞啊，他不愿意拿出来，不愿意露镜头啊。哇，这类似全部规定的，你看，这些东西。